你爹爹真的是一马当时达，烧火就是没有引拉了。很能干，缝纫机都会做。嗯，做方法都搞。沙发也自己会打。对对，你走。厉害厉害。七号，请问一下，你房子在江夏什么地方啊？就是九龙岭染厂，搞军工的。这个房子离那个江夏，那个流芳大街还有多远呢？你是住流芳那边是吧？我流芳马上有一套房子，12月份交房。你几个孩子啊？我三个孩子。嗯。两个儿子，一个姑娘。大儿子呢，就在我们厂里。嗯。老二呢，在昆山，上海那边。我的姑娘在深圳那边。住的多大的房子？我的儿子边就是，我是儿子的2层楼，他住的大概有86.4平方。我有90多个平方，都是在一块。是私房啊，还是环建房，还是自己做的？我们是房子这样的。嗯。我们就是那个2000年，我们厂子有东墙那边大山区，我们是军工厂，南昌的搬迁下来的，就是每个人一想买房的话，一笔下集资的钱，厂里给你收集起来。给你收了房子，你可能就给租客。这是一条没得国家的房产证，都是厂的房产证的东西。哦，现在男嘉宾主要是在参加哪些活动？我的名堂多了很远。你有莫名堂？钓鱼呢？钓鱼。打牌呢？多少小牌啊？大牌不打？多少小牌呢？嗯，是吧？喜欢打羽毛球呢？这东西呢？上山去玩呢？我这个收不干的话，我这个婆婆已经走了。我婆婆都没走的话，我出了早日跑啊，都不晓得这个爹爹跟婆婆这么大气派。晚春官我买10辆摩托车啊，十辆摩托车还有2个。你这个摩托车都是你骑坏的吧？那差不多。请问你抽烟喝酒吗？我不抽烟，喝酒喝的小酒，一年要个12斤酒就够了。这个夏天我不喝，冬天时候就喝一点。